The sky is the limit， 天空将是它的天花板。扬子江 Shipbuilding 这支股票的技术形态，哎，发生了一点点的变化。那今天这一期视频呢，咱们就来聊聊。大家好，我是航哥，散布汇率证券的股票经济和投资理财经历。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视频啊，新朋友请点击关注频道，以免错过以后的精彩内容。扬子江这支股票是我前一段时间有跟大家聊过的一支股票，那当然它的长期趋势呢还没有变，因为蜡烛还在绿色丝带的上方，那也就是说明现在还是上涨的趋势。但是在短期方面呢，就发生了点变化，因为在前几天呢出现了我的出场点信号，这就和上个月的入场点信号呢就形成了一个闭环，那可能是要提醒我们，那短期的上涨的趋势可能要发生逆转，那这一波的上涨呢有回调的风险。那如果说有回调的话呢，第一个支撑点呢可能是在1.44块，那第二个支撑点呢可能是在1.37块到1.39块的这个窗口，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短期的风险。但是如果说这个股价呢能够在后续的时间突破1.53块或者是1.55块的这样的一个阶段的话，那可能这个出场点的信号呢这个指标就没有再用了，所以就是说可能是另外一种情况，那到时候我会跟大家随时沟通。好了，今天就聊这么多啊，如果说有什么想让我聊的股票，欢迎在评论区然后留言给我或者私信给我吧。那祝大家周末愉快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好了，今天就讲这么多股票，如果您喜欢我的分享，希望您能帮我点赞收藏和转发，这个频道需要您的支持。如果您要开股票账号并想收到我的第一手的股票提醒，欢迎 WhatsApp 或者通过 YouTube 视频下方的链接填写 Google Form 联系我，这个链接在我的 TikTok 个人主页也能找到。关注航哥，航哥新加坡每日股评，用我的技术分析助力您的投资交易，咱们下期见，拜拜。